当我加班回家时，哎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，小伟？你饿不饿？有一点啊。来，都热好了。专门给我留的。对啊，怕你晚上回来肚子饿嘛。哦，谢了啊。那我先睡了。嗯，好。王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四妹，你也没睡啊？没有，给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我刚切的水果，你吃完饭记得吃点水果，补充水分。哦，好嘞。那我先睡了。嗯，好。王月，哎，大姐，你怎么也没睡啊？睡觉前喝点牛奶，有助于睡眠。哦，好，谢谢大姐。那你赶紧吃吧，我先去睡了啊。嗯，好，晚安，大姐。哎，二姐，你怎么在我房间里啊？你房间有点冷，我帮你把空调打开。哦，谢谢二姐啊。那我去睡了，二姐。晚安，明天见。嗯，明天见。哎呀，还要关灯呢。哎，甜甜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搬过来了呀。啊，你搬过来了？要不要帮你把灯关了？哦，好。晚安。晚安。